Be vegan, repentant, save your soul. Each of Master's disciples has similar, different, or more inner spiritual experiences and/or outer world blessings. These are just some samples. Usually, we keep them to ourselves as per Master's advice. 2020年2月6日，青海无上师全球直播特别讯息，提到吃肉会下地狱，除非他们变成纯素者，这是真实的。30年前那天，印心丸回到家，晚上打坐见到化身师父，师父说，我们现在要下去地狱救你的祖母。我的祖母生前残杀鸡鸭，也吃很多肉，最后死于癌症。那里很多间铁牢，关着很多饿死鬼，舌头吐出百寸长，来回可以绕一圈。每个饿死鬼都嘶喊着，痛苦尖叫。我的祖母也被关在铁牢里，喉咙被烈火燃烧，咽不下任何东西。当时祖母哭说，你妈妈不孝，我想应该是指妈妈没吃纯素，没有印心，也没有功德福报可以救她脱离地狱。我吓到出定，回来两天吃不下饭，可怕恶心至极。由于师父的恩典，我们家人努力修行，现在看到的祖母已经投胎转世，生在一户富有人家，结婚并育有两子女，持纯素，生活富足美满。我还看到他说要准备印心。我祈求人类都如纯素，动物不要再受苦，上帝保佑。 Be a hero, be vegan, save the world.